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41页，第六行第二句看起。佛告阿难，从前面念哈，但今应身言者，在其幕后所云。佛告阿难，住于念佛者，心应不坏，亦复如是。前面世尊所引的观佛三昧经、观佛密行品里面一段话，这一段话宗经录里头有注解，念老就没有再把它抄在此地了。如果大家要看它的原文跟注了，你就查《宗经录》第95卷，里头有。这幕后啊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佛告阿难，住于念佛者，心应不坏，亦复如是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现在这个时代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，末法时期法若魔墙，魔在哪里？自身烦恼什么？八大人觉经上讲的四种魔，第一个五阴是魔，第二个烦恼是魔，第三个生死是魔，这三种属于自己的本身具足的，第四个呢是外面的天魔。这个天魔在哪里呢？
身外一切诱惑，让我们对正法生怀疑，让我们起贪嗔痴慢疑，统统都是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把握不住啊，全都受影响了，你就堕落了。在末法时期，这个力量啊太大了。为什么？正法时期，有修有正的人很多，讲经的人更多。你听了的时候，同时又看到那些真正修行人，修行的样子，修行的成就，你都亲眼看见了，你真相信，你不怀疑，这是正法了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，佛的法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，这四种。什么叫正法？有讲经的人，有听经，有学习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，有正果的人，信解行正，四种人都有，这个时代叫正法。如果这四个缺了一个，却没有正果的，有讲经的，有学经教的，有修行的，没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第三种呢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修行的，没有依教奉行，这叫末法。那么讲经的人没有了，听经的人没有了，这叫灭法，佛法就灭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真正依教奉行的。不要说听经的人没有修行，甚至于讲经的人，他会讲，他不会修，他没有修。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佛学。把佛经当作世间一种学问来研究，这是讲经的人本身都没有戒定慧三学。末法时期的现象啊，距离法灭很近了。在末法时期的人，虽然修佛很容易受诱惑。受什么诱惑呢？财、色、名、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戒律没有了，根没有了。佛法都是道听途说，都不是从根上生的。十几二十岁才听闻佛法，古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时候，但是古人呢，从小把根扎下去了。这个根就是孝亲尊师。敬业三福第一条四句，
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个根古人扎了，从小扎的，家庭重视教育，懂得教育，一定是从胎教开始的。啊，不懂得教育。一般也在小孩出生之后，就小心谨慎，把孩子看好，所有一切负面的，不正经的像，不能让他看见。言语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这是父母要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。典型的榜样就是《弟子规》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不是教小孩念。不是教小孩背的，是父母确确实实都把他做到了，在家庭里面做到了。父母孝顺自己的父母，有爱自己的兄弟，让这个婴儿看到了。这个教育虽然不是从胎教开始，也算是不错了。一出生，小孩就会看，会听。他已经在认真模仿学习，他不会说话，他已经在学习了。所以从一出生呢，到三岁，这一千天叫扎根教育。有这个基础敬业三福里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这两句话他做到了。他懂得孝顺父母，懂得尊敬长辈，比他年岁大的，他懂得恭敬。所以学佛没有问题啊，能成就啊。现在我们没有受过这一千天的扎根教育，十几岁以后这少年了，六年根没扎了，少年了。他已经学了很多坏的习气，看到很多不好的样子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他认为呢，他没有能力分辨呢，他认为那是正常的。你们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所以末法时候难教了，不是老师不愿意教啊，太难了。国清法师在台湾，领着一批年轻人在学戒律，不容易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家。
怎样能够帮助传统文化复兴？帮助正法救助，离开戒定慧三学，决定做不到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几个人真正死心塌地走佛菩萨这一条道路？一切得定，一定开慧。佛法学习的是开智慧。中国人自古以来不重视即问之学，所以《论语》上说："即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"不能够做老师，不能教人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学问不踏实啊！学问踏实，一定从实践当中证实的。也就是你所学习的东西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就是你所学的东西曾经通过严格的实验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东西不是假的，五伦不是假的，五常不是假的，四维八德不是假的，字字都要做到。这叫扎根教育。所以中国古谚语有所谓。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这个根，80岁都不会改变，他一生不会改变。这真正是中国教育的基本理念。中国教育从什么地方生的？换一句话说，它是从自信里头生出来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。自信生的，那就是自然而然本有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是本善的核心。本善的精华，从这里流出来的。流出来什么呢？流下出来就是爱。自性里头，本有的真爱从这流出来。古时候从这里，现在有没有？现在有，还是这样的，没变。古人发现了，把这桩事情看得非常珍贵，看成宝物。现在人疏忽了，不认识，没看见。其实都在我们身边。你看看婴儿，3、4个月的婴儿，
所以我常讲，人生百日，人生下来一百天。你看这个小孩，对他父母的爱，他不会说话。你从他的眼神，从他的动作里面能看到，清清楚楚。那父母对他的爱，这个时候完全是天真表露，一丝毫虚伪都没有。母亲对小孩那种从内心生出的爱，小孩对父母，这是中国五伦里头的心核心，叫父子有情。千万年以前的人有，现在人还有，没变，这得了吗？中国古大德这些教育理念从哪里生的？就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。他看到了，这个太了不起了。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。这就是智慧，看的人要升起智慧。这种天真烂漫之爱呀，如何能够叫它永远保持不失掉？头一个条件，一生都不会忘掉，不会改变。第二个，要把这个爱发扬光大。从家庭里面，这个父子这种情爱，把它延伸呢，爱祖父母，爱父母的兄弟姐妹。他的伯伯、叔叔、阿姨，爱他的兄弟姐妹，再扩大，爱他的族群、他的宗族，爱他的邻居，扩大到的时候，爱邻里乡党。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民族，到最后，凡是人皆需爱，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他是人，我们都爱。中国教育的根从这来的。而且这个根一直能够保存几千年，到近代200年才疏忽了，是受西方人的影响，看到西方人发明了机器，对你好奇，觉得这个东西好啊。中国比不上外国，于是对中国自己的东西疏忽了，产生怀疑了，疑心生起来，一代比一代严重，到现在这一代，对祖宗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相信。你讲给他听，他摇头，他不相信，不能接受。这个问题真的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古时候这个教学，人人都可以成圣贤，都
都可以成佛菩萨。现在人怀疑，不接受，那这个传统文化会在这个世界灭亡。佛法也不会存在了，啊，这一个怀疑就把它送掉了，啊，科学提倡怀疑，中国传统文化不准怀疑，大乘佛法也是不许怀疑。那一定要从诚信才能得利。啊，诚信到极处，能得三昧，能开智慧。为什么？禅定智慧是你自性本有的，你为什么失掉了？你的念头乱了，你有妄想，你有杂念，把自性里面智慧的能向好障碍住了，它不起作用。就中国这套教育是诚信的，从自性流的，直接从自性开。啊，小孩刚出生，他是带着迷惑而来的，这一点都不错。他不迷惑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但是迷惑浅不深，很容易启发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未成年的青少年。那也就是不满20岁的，得清净心、开智慧的人很多，每一个朝代都有啊。啊，从这些人参加考试，你就能看出来。你看他写出的文章，从文章里头看他思想体系，啊，言语的结构都达到高层次，这是智慧显现。那智慧与清净心有关系，心不清净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。他学佛很容易，一点困难都没有。不出家叫高士，出家是高僧。啊，这一些人留下来的典籍，供养后世的东西非常丰富。啊，大部分都收在《大藏经》里。啊，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不少是自性流露的，那就是开悟了的。那么这几句话，对我们现在的人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告诉阿难，阿难是我们的代表，告诉我们大家。诸于念佛者，这是对于
末法时期人来说的。啊，末法障缘多啊。人心散乱，散乱叫无常。无常的反面叫住。啊，住什么？就住在一处，不动了。那他就有常了。他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念佛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一天到晚，20小时、4小时，除了念佛之外，他什么也不想。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妄想，他只有念佛。心印不坏，就是得定了，三昧现前了。这种人怎么样呢？决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末法时期能够把这四句话抓住，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。要真干，如果不真干，心里头妄想多，杂念多，虽念佛念一辈子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万缘放下，什么我都不住，我就住在阿弥陀佛上，我就住在这一本无量寿经上。啊，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，我就安住在下联句、老句是会集本。好啊，啊，认真好好的学文言文，啊，做出一个好榜样来给大家看，不难，只要下定10年功夫，你就是人上人。故知念佛法门是真实不坏的法宝啊！此念佛妙法，心足心事，这是从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说出念佛法门的理论依据，就这四个字。心足心事啊，世尊当年讲这一句是8个字：是心是佛，这是心事的意思；是心作佛，这是心作的意思。啊，你的心本来是佛，念佛成佛就根据这个道理。你的心本来是佛，
现在你的心有念佛，他怎么会不做佛呢？他当然做佛。这是事实真相，这是真理。用现在话说，这是硬功夫啊！决定不是虚幻的。下面就讲得更清楚了。这是什么？全心起修。阿弥陀佛从哪里？从这自信里流露出来的。就是像婴儿你看到的那种情爱，那个情爱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爱里头有无量光，有无量寿啊！无量光寿就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跟这个爱的时候融成一体自信的爱心呐、弥陀的爱心呐、神圣的爱心。是你自己的本性啊，所以全心祈求，这就是心足。全修在心呢，这就是心事，是心是佛。全修全心祈求啊，是心作佛。全修在心，是心是佛。你看，自信其念呢，还念自信，这个不是在外啊，在外心在外就是外道啊，这是自信念自信的，自信念自信，自信念自信。心心是一，不是二。这是念佛法门的原理。念佛法门的实相。一佛果觉，佛的果觉是阿弥陀佛。这一句佛号啊，作我因心，我们这在因地，在修行。修什么行呢？修念佛法门。这个法门深深佛号，跟佛的果觉相应。因果是一，不是二。你看，故令因心。顿通过去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诸欲念佛了，心因不坏啊。功德之宝呢，称是此心。故此心印称为报应。念了这些解释，讲透了。真是古人所说的彻发原底。佛法的根源，佛法的最底层，他讲透了，全讲到了。
啊，报应就是念佛的心，要真念。啊，真念就常说，万缘一定要放得下，决定不要对外面境界有惑。啊，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实在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外有诱惑，内有烦恼。啊，外面一淫，里面烦恼就发作了，马上就迷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就起来了，跟佛法就远了，距离越来越远了。啊，距离六道轮回就越来越近了，还是继续搞轮回。啊，所以佛学佛要真正觉悟，学佛不学经教那怎么行呢？你怎么会觉悟？我们靠什么觉悟？靠什么？远离诱惑就是靠近教啊，三天不听经教，你的心就动摇了。30天不听经教，你的心摇摆就很厉害了。啊，3个月不听经教，你就迷了，你可能已经倒到那边去了，你已经投降了。啊，你已经远离佛法了。啊，有人问我。你学佛为什么没有改变呢？为什么没有受诱惑？天天读经，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。啊，我的同学我一个也不认识。啊，在卫星电视啊，在网络上。啊，我们心心相印，我们乐此不疲，这才能保住啊！啊，人家诱惑你的时候，我拿钱给你，我帮助你做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，这很重要。啊，不是人家这，我有这个机会，我有财力帮助你的时候，啊，马上就动摇了，那说不定是个陷阱呢，掉在里头爬不出来呀。啊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欢喜，我希望你做，我不参与。啊，希望你做成功。啊，你护持三宝，功德无量。啊，我这个一生。居无定所啊，没有道场啊，根本是释迦牟尼佛学的。
我深深能够体会佛陀这种修学的方法能够保住自己的清白，能够不受诱惑。我从这里体会到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恩德了。他要不做这个实验，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保不住自己。末法自世的时代，成就因为福报不如别人，智慧不如别人，德能不如别人，怎么成就？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，对自己有一点成就，就是相信佛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我的信心从这建立的。那么学在哪里学呢？向大自然学习，向一切众生学习。只要我们有能力辨别善恶，辨别真假，这就是大智慧。我们评级的标准，佛菩萨、圣贤人教我们几句话就够了。佛教给我们的十善业道，我们把它看作绝对标准，与十善相应的，我做。与实相相悖的，我决定不做。我从这做起。佛教我们六合敬，这是我们与一切众生，特别是与一切人，往来要遵守的大原则。我们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决定没有对立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，我们一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老老实实做一个，牺牲自己，奉献给别人，这是修大智慧、大福德的真干。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，绝不能做伤害众生的事情。伤害一个众生，都是无量罪业，何况伤害众多的众生，这个事怎么能做？养自己
纯善纯净的心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我们的愿望足了，其他没有愿望了。啊，越老越坚定。啊，60多年了没有动摇，老的时候不可能再动摇了。啊，越老越相信，信心非常坚定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的时候，一生带给我一生的喜乐，啊，法喜充满了。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物质生活需要很少啊，几件衣服就能穿几十年。啊，我这几十年没做过衣服，都是人家送给我的，送了多少呢？大概我10辈子都穿不完，可以开服装店的。啊，我得找几个同修发发心，把我的衣服整理整理，留个几套留着，其他的布施了。啊，修大布施啊，样样都要舍，舍得干干净净的，善意一钵，多么自在呀，多么潇洒啊！这弥陀大愿。普度众生成佛，为见此大愿呢，故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所言无上之宝。啊，借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。你看看这个法宝，说出来了，就这4个字：信愿持名。这4个字真实法宝啊！啊，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心啊！真正相信这个世界有六道轮回啊，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有十法界啊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十法界里面4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在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！啊，释迦佛这个世界要往上提升呢，很难呐，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幸运持名。愿就是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真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巴不得我现在就走。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没有贪念。啊，佛来接引我就走了。同学们有人问我寿命啊，
我说我寿命只有45岁，早就过去了。45岁以后，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的，啊，要我来表法。那我还有多少寿命不知道啊？那你问阿弥陀佛晓得。啊，他什么时候来带我，什么时候走？啊，没有丝毫贪念。啊，那佛不来呢？大概是要我表法，做一个弥陀弟子的好榜样。啊，这就是我住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走的理由。做样子给大家看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部《无量寿经集注》。啊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。啊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就干这个。啊，晚年遇到这些外援，团结宗教。我提倡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本来我以为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有了。后面我再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没有想到今年又遇到一个缘分，我想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个缘分。啊，再往下去，我年龄太大了，我没有这个体力了。啊，所以今年5月这个活动，是我参加国际活动最后一次。啊，这一次是接受斯里兰卡总统邀请的。啊，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我上一次在那里办过一次活动。啊，在联合国开一个纪念释迦牟尼佛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叫佛诞节，啊，他们叫卫塞节。5月，月圆这一天，啊，大使团的主席，我们见过几次面，这个人非常有善根，有智慧。啊，是匈牙利驻联合国的常驻大使。啊，人非常慈悲，有智慧。啊，也是他极力在安排这次活动。啊，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去一趟。啊，我被他的热情所感动，我答应他了。啊，这一次做的报告有文字，啊，提供给与会会友们做参考。我的讲话。没有讲稿，啊，我主要去讲什么呢？把中国传统文化，把大乘佛法介绍给与会的这些会友们。
啊，简单扼要，因为给我的讲话的时间不长，我估计不会超过2个小时。啊，大概一次是1个半钟点，另外一次是半个小时。啊，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从巴黎飞到斯里兰卡，在那边接着讲我们的《无量寿经》课程。啊，我在那边会讲100个小时，啊，也1天4个小时，1个月。啊，6月底，我再回到香港。啊，往后哪里活动，我不再去了。啊，除非是请我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也不讲别的经，就这一部经。啊，那么大家相信，这部经在什么地方讲？那个地方人家有福啊，那我得答应，我不可以叫那个地方人没福啊。所以哪个地方真正要请，我一定会去啊。像上一个月，马来西亚啊，首相邀请我到他那里讲了1个月。啊，日本前首相鸠山来看我，也邀请，我也同意答应他了。啊，时间还没有确定。啊，这就是表法，一生学一部经，讲一部经。啊，真正目的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其他一切外缘统统放下了。学佛得大自在。就幸运持名这4个字重要。这4个字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，印光大师圆满集成了欧耶大师，啊，他说了4句，这4句。就是印光大师一生，的写照。啊，印光大师什么样的人？这4句话圆圆满满说尽了，顿轮精分，贤邪存真。幸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10年，老师在早年告诉我，他说我只能教你5年。
我就向老师请教，那5年之后我到哪里去？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。我说是哪一位？印光大师。要是不在了，早就往生了。文超在呀、啊！第二天，老师就送一套印光大师文超给我，4本，正集2册，续集2册。啊，那个时候台湾。印光大师的文钞只有这4本，啊，现在全集出来了，内容非常丰富啊，有第3集，前头我们读的时候没有这2集，没有后面这个东西，啊，现在有加严录，有精华录，好。啊，往后真正修净宗的人，我教给他们的时候，《印光大师全集》至少要看10遍，啊，持戒念佛，净土宗可以传。啊，持戒。一定要儒释道的3个根要先做到，没有做到，你没有戒的根，你勇猛精进干一辈子都不能成就。啊，往生你没有把握，要看运气。啊，真正有把握，那不是靠运气的。啊，那么最好。把印光大师《精华录》啊，这本真的是精华，重要的教训的时候，统统抄在这里头。只有一册，分量不大，这一册要背过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劝大家就是：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要念1000遍。啊，做印光法师弟子。那么《无量寿经》呢？《无量寿经》要读1000遍，至少。啊，如果能念3000遍最好。法达禅师过去诵《法华经》3000遍的，这个经跟《法华经》比的时候，分量少很多啊。《法华经》的分量大概是我们《无量寿经》的10倍耶。他念3000遍了，所以他能开悟啊！你念3000遍呢，你会得念佛3昧耶，这肯定的。啊，3000遍，一门深入。那么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至少从头到尾要念10遍。为什么要这样学法？你才会真正相信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心更会动摇，你这个心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会被外面境界所转。没根嘛，啊，1000遍的《精华录》跟《无量寿经》会一本，啊，10遍的《印光大师文钞》，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。啊，10遍下去，你的信心生出来了，
你是真心，你是真愿，你真真不动摇。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必念了，都放下了，我就专干这个。啊，这个功课就是基本课，学完了之后，智慧真正开了，你再看别的经论可以。啊，像练功夫一样，这是基本功。得真下功夫。往生净土才有把握，才不会被一切境界所动摇。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。根本不放在心上，那么阿弥陀佛为普度众生成佛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不是为别的事情。度众生不是离苦得乐，是成佛。成佛是得究竟的福报，圆满的福报。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为实现这个大愿，所以大开法藏。这个法藏就是净土三经。啊，现在是净土无尽一论，广施无尽功德所言的无上法宝。啊，实实在在讲呢，就是无尽一论。无尽一论里头就是四个字：心愿持名。这是一大藏教之眼目啊。一大藏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49年所说一切经教，信愿持名四个字通通包括了，一法都不漏。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了。这持名念佛时，即是心印放光时，故曰一生佛号一生心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一念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念这句佛号，就放光啊！你自己看不见，别人没看见，佛菩萨看见了，鬼神看见了。啊，口没有念佛，心里头真有佛。啊，心里面什么都放下，没有了吗？只有阿弥陀佛在心中吗？这个心怎么不会不放光呢？你住在这个地方，地方放光；你坐在这个地方，座位放光；啊，你行在这个地方，地区放光。一般人说，这个光明可以化解灾难的，那这个话不是我说的。故
大吉经曰：若人但念阿弥陀佛，是即无上甚妙禅也。这一句话是佛在大吉经上讲的。说假若有个人只念阿弥陀佛，其他全不会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无上甚妙禅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而且很多。地贤法师这个徒弟郭如将，就是最好的榜样。他真的是单念阿弥陀，他其他的什么都不会。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虽然出家了，什么都不懂。40多岁才出家，一生吃尽苦头，最后遇到地贤法师。跟地贤法师出家，这也是特殊的因缘。地贤法师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会不会？会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行，其他的不行了。好，你就念这一句佛号。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他念了3年，欲知时止，站着往生，不是假的啊，真的是无上甚妙禅了。于上之语，若能信受，即是蒙佛圣恩。这是念老的话，上面。佛说的话，祖师说的话，你要真正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那你就是得到佛的圣恩了。为我开智慧之眼，得光明之身也。你的智慧之眼从哪得来的？你的光明身从哪得来的？就心愿持名4个字，就从这得来的。要真心，要真愿，你要不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你遇到这个法门空遇到了，错了。真错了。上心应之语，亦皆是如来心心相应之音。诸足一心传心之心，闻此宝印，分身难报啊！真正接受过来，知道佛恩浩荡。你怎么报答？信愿持名，就能报佛恩。你这个身体所在之处就放光。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跟阿弥陀佛，他就相应。你这一声佛号，佛听见。阿弥陀佛回应你是给你加持，真正不可思议。
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。啊，真的是要多念几遍，依教奉行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，欺辱佛德，这里都有三小段。第一个，卑职如佛，啊，其实期许，不是对别人，对自己，啊，希望自己能做到。请看经文：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慈明心。啊，我们认真努力，真正向佛学习。啊，佛是圆满的智慧。圆满的慈悲啊，慈是慈悲，悯是怜悯，一切造业受苦的这些众生啊，造业没有不受苦报。除了你遇到这个法门，你念佛往生净土，啊，不往生净土，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。造一切不善业，决定在三恶道。啊，三恶道之苦是真苦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上二节，乃愿求福德、愿己福慧等同如来。啊，那么这个话能不能相信？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呢？绝对不过分。你要这样发心呢，佛才欢喜。佛对众生的期望，就是期望众生真正发愿向他学习。为什么不过分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跟阿弥陀佛没有丝毫差别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过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哪里是假的？啊，确实是真的。首句如佛无碍智，求己智如佛也。无碍智者，指通达无智啊，自在融通之佛智。
啊，佛的智慧究竟圆满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不是学来的。啊，所以你不需要去学。需要的是开发性的，我们自信被妄想分别执着蒙蔽了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造下了障碍。那现在唯一的就是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就是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大乘经教我们学的不少了，这些道理方法我们都知道啊，问题呢，我们没有依教奉行，所以跟佛菩萨有这么大的差别。如果我们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是《华严经》讲的执着，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你就证得阿罗汉果。自性里面无上正等正觉，那个正觉你就证得了啊，阿罗汉证得正觉，菩萨证得的是正等正觉，那还要把分别放下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菩萨啊，不分别心清净，那这个心平等，不执着心清净，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心平等心你就得到了，这是真心的。不清净，不平等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，妄心当家，真心虽有，不知道，这真可惜啊！啊，怎样把真心找回来？佛给我们说，放下就是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给我的。告诉我，放得下，看得破。啊，嘱咐我，要我认真去做六年。啊，六年做什么呢？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叫我从这入门呐。啊，这个话说的对不对？通过60多年学习经教，证明张家大师的话完全正确。跟前面所说的欧益大师讲的性愿持名，有等同的作用。
啊，放下是禅定，看破是开智慧，看破放下了，就是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心二乘所修的，平等心菩萨所成就的。后面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成佛了。张家大师没有欺骗我，简单扼要，六个字缩短了就是四个字：看破放下。如果后头再续四个字，幸运持名，毕生净土，啊，必定生净土。功夫要真正能得力，全在放下。是不是真能放下？全在看破。啊，看破，我们今天不从经教上下手，你就没有法子入门。啊，那么经教有这一步，再加上印光大师文钞够了。不用再学了。学佛的智慧，学佛的慈悲，啊，无碍智者，通达无智，自在融通之佛智。涅槃经第八卷说：“说如来不二，悉知自地以及他地。是故如来名无碍智。”这个自地是什么意思？自己现在是什么地位，自己全知道。啊，你是在性位，是性，是住，是住位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。你在哪一个地位，自己清清楚楚。知自地，也知道别人的地位。啊，别的修行人他到什么地位知道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这些事情必须自己智慧开了才行，智慧没有开，不要去打听。
你真想去打听呢，有些鬼神会骗你。啊，说你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你是什么佛再来的，那个人到哪一道去了？不可靠。啊，必须自己亲自见到了，这才可靠。啊，自己没有见到，道听途说，一笑了之。啊，可别当真。啊，你要把它当真，你就上当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接触人多了，哎，这一个人过世了。有人说他看到了，他往生极乐世界了，品位还很高。有人说他不在，他在地狱。有人说他现在又到人间来了，投胎了，才几个月的小孩。啊，这三个都是通灵的，哪个是真正的？没法子证实啊，所以一笑了之。啊，那么冷静去观察，哪一个合理？真正往生，他真正放下万缘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相信，他没有做到。啊，走的时候走得并不很好，那就不太可能是往生。啊，作念是不是真的得力？不可靠。附体传话，附体那人真的是假的。要知道，真的有，假的更多。一定要有智慧观察了，不能随便相信人。啊，那相信人多了就随火吧。哎呀，好，好事，好事。啊，别认真。哎，你要说不相信的，就起争论，争论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念佛好啊，何必要争论？他争他的，我念我的阿弥陀佛。啊，你相信这些谣言？我相信阿弥陀佛，我相信无量寿经。啊，汇集本。王龙居。王龙书居士的本子传了不少年了，也有几百年了。啊，后来有人批评，别人不学得了。批评的是没错，但是依教奉行的人呢，也没错。也能往生，往生凭什么？凭信愿持名嘛。经教就是帮助你信愿持名的，你真能信愿持名，他就真往生了。我们总得明白这个道理。
啊，会集的时候，有些地方漏失了，有些地方不圆满，这种事情在所难免。我们看看古人，有人赞叹的，有批评，他还是有赞叹的。啊，莲池大师对这个王龙书的本子不满意，但是他注解《无量寿》不是《弥陀经》疏钞，引用王龙书的本子引用多少？他还是引用他的。啊，从这个地方看到古寺大德他们的用心，啊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啊，只是他美中不足，啊，他不是不美，美中不足。啊，那么这样是引发下联句，费10年时间。王龙说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啊，10年时间，字字句句斟酌，确确实实每一个字都是吴中云译本的原文，你再找不到毛病。啊，吴中云译本里面所说的。这个会议本，通通具足，没有添加，也没有缺少，这个做到尽善尽美啊，你不能不相信。那么，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不少啊，往生的人很多。啊，前些年，深圳一个年轻人，以莲宫的会集本，2年10个月，真的往生。啊，那么我们在海外讲这个会集本，早年没有看到黄年老的注解，我采取的是李炳南老居士的梅注，我用那个本子讲过10遍。啊，依照我讲的这个光碟修行的人，往生的人不少啊，证明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跟黄年老在美国脸上联系上了，他在美国住的时间很短，只有1个月。
啊，我们在美国是通电话联系了，他的汇集本的原稿带了一套啊，到美国去就给我了。啊，我读了之后，无量欢喜。啊，所以他一回去没多久，我就到北京去看他，去拜访他。啊，那么我在台湾把他这个本子印成书了。他原来是打字，不是打字，钢板刻钢板有印。这个原本现在在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保存的，啊，我们在台湾印了10,000本，这是第一版，啊，以后他又修订了，又补充一些，啊，6年时间。成为根本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啊，做汇集的注解，这集结。没有用自己的意思，叫人看了不能不服。啊，目的不是别的，帮助大家了，对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。你才能够真正发愿，才能够啊永远不退心，啊，才肯放下，真愿往生，这目的在此地。那我们看现前行识。还有很多人怀疑，我们要给大众坚定信心。啊，我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依照这个本子给大家在一起分享，决定求生净土。啊，念老10年时间汇集5种原译本，黄念老的集注帮助我们理解认识这部经，我们接着干的就是行证，我依教奉行，我决定往生，给大家做证明，让这一部经信解行证通通去除，那就是正法主事啊！啊，有讲汇集本、讲集注的这个地方，真有人在听，在学习，依教奉行。将来决定的神见土，这就是正法主师。真的，别的经论做不到。
别的经论充其量，你只能做到戒，行就做不到了。啊，正就更没有指望了。那是其他经典是佛的相法时代定都是。这一部经典是末法里头的正法，啊，其他经教讲得再好，相法里头的末法，这一部经典所在之处是末法里面的正法，不可思议。那我们一定啊要珍惜。涅槃经这个经文就是用来证明啊，说出如来他悉知自地，皆依他地，他真知道啊。什么时候呢？明心见性，这个无碍智就显现了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实现的就是佛的无碍智，大基金第一卷书，无碍智慧，无有边呐，智慧没有边界，善解众生三世事，所以佛的智慧真是有必要的啊！为什么呢？他能够解众生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教学就得方便了啊，就没有障碍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智慧啊，佛有这个智慧啊，善巧方便，能告诉众生过去生生世世啊，先前以及未来世啊，都能说给。谁做主者主宰呢？决定是自己做主宰，主宰。佛怎么知道的？你起心动念所感的。啊，佛才晓得。佛能帮助你，能告诉你，但是你自己要修行，自己不修行，佛不能帮你修，不能帮你改造命运，佛可以教你断恶修善，你命运就改变了啊。像云谷大师教了凡先生，了凡先生听得真相信真干，命运就改了啊。他要不相信不真干呢，不行啊，改不掉啊。啊，佛菩萨对众生呢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